接下来登场的是一对高手间的过招，哈林对小魔女吴莫愁，巴黎时装周归来后将在歌曲演绎上有新的突破，他会带来怎样的视觉冲击呢？而迎战方杨坤队队长金志文反而要挑战哈林老师的歌曲《春泥》。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。小队一直在努力，然后希望有好的成绩，希望能让哈林老师开心。究竟谁会赢得至关重要的一分？武汉，请考核吴莫愁。映在我眼前，却又消失不见。这是晴天的地两。像你双眼，我爱你，快回到我身边。什么好不好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什么好预兆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咋咋咋的咋咋咋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你不知道，不知道什么好预兆？太阳。